大家好，我是王冰冰。那这里呢就是查干湖最具特色的胖头鱼啦，个头大，分量还足，很多人呢到查干湖都会选购一条回去。好嘞，为什么我这么官方？果然是因为最近太多直播了吗？重来。哎呀，这大胖头鱼啊，拿这个铁锅用大酱炖，老好吃了。其实每年的年底啊，我都会来到查干湖做报道，因为查干湖每年呢，它是从12月中旬吧，一直到这个春节前后都是一个冬捕，然后它又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所以说呢，新闻报道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每年就都得过来，然后每年的圣诞节、元旦、跨年都是在查干湖过的，一待就是要待上半个月这样。哎，这边有卖冰糖葫芦的，买两个尝尝。东北的冬天，冰糖葫芦建议尽量不要在外面吃，因为咬不动，还冰牙。没咬下来。早场直播基本上意味着睡不好觉了，眼睛一闭一睁就起床了。天还没亮呢，我已经要去冰面上做直播了。今天里面穿了4层衣服，特别冷。这块呢，一会儿就是我们要直播的地点了。然后现在已经是在查干湖的冰面上了，天快亮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直播的内容。电视直播通常连线只有几分钟，但包括记者、导播、摄像等等工作人员需要提前2-3个小时就在现场准备，而前期的内容筹备可能多达好几天。今天我要去到下一个场景去做什么？终于直播完了，现在可以去吃饭了。一天都没吃饭了，我要去吃点饭了。吃啥？这块最多的就是吃鱼。姜，这是我刚才直播的时候啊，就是拿那个大铁锅啊炖的这一条大胖头鱼。这条胖头鱼刚才说好像得有10多斤，长了得有10几年了，特别好吃。用这个东北的大酱啊，然后再加一点辣椒，炖出来就特别的好吃。这条鱼一会儿我跟同事会一起把它吃掉，而趁着他们还没来，我先多吃几口。其实我一直在 B 站有号，一直我在潜水，但是我不能评论，因为我被100道题给劝退了。杨幂女儿的小脸，我倒是关注，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像毕导啊、何同学呀、这种比较有意思的 UP 主的视频，我都有关注。然后最近几个月比较苦恼的是，一打开有的时候经常看到自己的鬼畜视频。哎呀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吧。然后呢，以后我会在这上面就是不定期的更新一些视频。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呀，可以发送给我们弹幕。当然了，关于我这个个人的一些节目的拍摄节目的一些日常，也会平常更新在视频上，可能会走遍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这也是我特别愿意干的一件事情。我喜欢看美景，这几年工作走过很多地方，留下了满满回忆。躺在海南沙滩看椰林树影，在新疆大漠听驼铃叮当响，站在大凉山悬崖村对面山顶看云卷云舒，和新村穆恩底社区的老乡们拍一张照，当然还有一次次直播时屏幕对面的大家。这是年初宅家里做的手工，以及陪着我的2只小猫。
哦，对了，这只就是吃花椒的喵酱本喵。美好的事物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但一定都值得纪念。2021年来临之际，你们有什么心愿吗？我的新年心愿是希望可以突破自己，尝试不同的节目，希望可以多吃几顿火锅。第一个愿望是看完以后给个三连吧。新年快乐，拜拜。